Hi, Hans here. 今天要跟各位聊聊 Car and Value and Variable。首先，我们先来看看 Java 的变数宣告。这里宣告一个变数 name。name 是一个 string 形态的变数，并赋予值为 Hank did。那在 Column 要怎么做呢？改写为 Column 像是这样子：先写变数名称 name， 加上冒号，再加上变数形态。跟 Java 刚好相反 ，Column 内建类型推导，所以还能够写成这样。省略变数形态是不是很厉害呢？但变数名称前面有一个 val， 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先试着 assign 其他值给 name， 这里发生了错误提示 ，IDE 告诉我们 val 不能重新指定值，将 val 改写为 var， 错误提示就消失了。那 var 跟 val 是什么呢 ？val 取自 value， 等于 Java 的 final 变数。给定初始值后，不能再指派为其他值。var 取自 variable， 等于 Java 的 non-final 变数。给定初始值后，可以指派为其他值。接着试着将 null 指派给 name， 又发生错误提示。IDE 告诉我们 null 不能指派给 non-null 形态的变数。这时我们写上变数形态，并在后面加上一个问号，这问号代表可以接受 null 值。此时也可以看到错误消失了。以上就是 Column, Value and Variable 的介绍。That's all for today. I'll see you in next video. Bye.